亚排联公布2022年比赛日程，男女排亚洲杯8月打响。北京时间12月3日消息，亚洲排球联合会公布了2022年亚洲排球赛事日程，原定于推迟到明年5月进行的2021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并未列入其中，这意味着该赛事被取消。在明年一系列亚洲排球赛事中，除9月10日至25日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外，亚俱杯和亚洲杯是中国球迷比较关注的。女排亚俱杯将于2022年4月24日至5月1日在哈萨克斯坦塞米伊进行，男排亚俱杯于2022年5月15日至22日在伊朗乌尔米耶举行，女排亚洲杯定于2022年8月21日至2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展开，男排亚洲杯于2022年8月7日至14日在中国台北进行。亚排联已向所属各国协会正式发出了2022年度赛事的参赛邀请，同时要求各协会在2022年1月15日前提交参赛表格，若延迟至2022年1月21日前提交参赛表格，可能会产生500美元的罚款。男排亚洲挑战杯，时间2022年8月28日至9月4日，地点吉尔吉斯斯坦乔尔彭阿塔。